标准去研究嘛，年份是10万，但是年份一定要到最少能3000的3500左右，大于不等于谁告诉我在平台上真的大于不等于3000美金的时候，都给报告出来。大家有听的，就是提两句。你那边有干嘛用？干嘛？看几句。那都。